南投邮局的送批人员，平常是送批顺续关怀弱势老人的服务，现在是延续甲创社基金会对着植物人的协助，响应草屯婚姻五月二十七要伫中兴新村举办的公益园游会。今仔日这阵绿色的天使，就先扎着木质的物资来捐赠，并且帮植物人写母亲节的卡片，做规划活动来做宣传。看到招牌绿色机车，五位邮差来到草屯安养院。不过，伊唔是来送花，而是带着大家所关心的爱心义卖物品，做响应将举办的公益园游会。真的非常感谢，就是我们的邮局愿意站出来，就是抛砖引玉，共襄盛举。因为知道说，植物人的经费募集不易，那愿意挺身而出，就是当我们就是民众的好处兵。创社基金会草屯婚姻。五月二十七号，将伫中兴新村进行公益园游会，预计设立五十个单位。但是景气唔是介好，目前只有目标的三成。因此，作为民众好出面的南投邮局，专员动起来，作为参与做爱心。我们在辖区啊，43个啊邮局的同仁来积极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以外，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辖区的窗口的柜台，我们备有这个公益爱心园游会的园游券的就是认购的划拨单。收物资哦，收物资哦。除了送来爱心的物资，配合着母亲节特别计划，这阵热血天使将植物人来写卡片，要来寄送给因的妈妈。希望大家帮人传送信息的邮局，也同时传送爱心。在送信途中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孤单的，妈妈啦，哈，啊，老人啦，哈，有时候也会顺便说，问一下问候啊，是不是近况怎么样，身体怎么样？南投邮局平常时搁在做老人关怀工作，因此嘛，真热情参与这边公益园游会活动，中间内容丰富。鼓励大家到顶做爱心，帮助地步人。记者林明星采访报道。